我想这次很高兴，第一次看到台湾的剧团有这样一个以商业背景为题材的戏，尤其是它让我们看到了时代碾压过人，可是每个人却展现出他们自己的勇气、机智跟忠诚，让我们看到资本主义的美好跟缺点。推荐大家这一部《抢钱的世界》。